没关系哈。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七员，引出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宣布开会哈，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的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2日星期四上午9:04至11:19，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廷飞等12人，列席委员黄昭顺等14人，列席人员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人员，国家安全局专门委员许修齐，内政部地震司专门委员陈杰宗，营建署副工程师许家伟，检任计政杨哲维、张顺胜，财政部赋税署副组长陈慧琪，法务部参事刘英秀，经济部矿务局矿政组组长林建豪，交通部航政司检任计政郑宏正，民用航空局组长朱冠文，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畜牧处计政陈志成，林务局森林企划组组长黄丽萍，渔业署渔政组检任计政庄生伟，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巡防处警监视察林宏军，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检任计政吴明仁，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本院议事处函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案，经提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报告后决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询答：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周浩瑜就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报告，委员陈廷飞等10人质询，均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衍璞、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周浩瑜、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展豪、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军医局局长吴宜昌、政治作战局局长温正国、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薄鸿辉、军备局局长何安济、交通部航政司检任计政郑宏正及民用航空局组长朱冠文、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森林企划组组长黄丽萍、内政部营建署副工程师许家伟等及其答复。决议：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吕玉玲、吕孙玲及徐志荣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四、本案令择其继续审查。以上宣读。好，请问一下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会的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者是错误？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确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继续审查。一、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刘世芳等17人拟具，王定宇等22人拟具，郑云鹏等21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以上宣读。好，谢谢。那今天有与会的立委哈，有罗志政委员在现场，还有王定宇委员在现场。那我们列席的官员的名单有国防部的资源司陈正吉司长，还有专门委员哈康世忠专门委员，还有法律事务司戴天鹏处长。那人事参谋次长是董培伦人事勤务处长。司法院的杨坤桥法官，好，那国安局的同仁还没到，对，还没到。好，再过5分钟会到。好，再来全叙部退辅司的副司长林春美副司长，还有教育部的刘家珍专门委员，法务部的宋文宏检察官，啊，退辅会的陈俊元副处长，那海巡署的丹明发副处长。以及人事行政总处的给予处林锦惠副处长，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审查有关于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有关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在5月4日的时候已经开会审查，那当天本会协商已经达到共识的有第24条之一、第33条、
第34条、第48条条文修正案。那今天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讨论仅剩下的第24条条文哈。那因为要开始协商跟审查，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到委员席的地方来处理哈。那是不是我们休息三分钟哈？大家把那个法案的部分再整理好，那就开始好吗？哈，还有包括我们麦克风，好，谢谢。好，那现在这样子好吗？那个上个礼拜啊，国防部是不是针对第34条，你们加注了一个法院判处前项等等这些啊？对，不是你们家的，那是谁家的？没有吗？不是，没有加哈，那没有，那不是，那不是。那那个还有退辅会，是不是有增加全序部是不是文字修正？34条。好，那待会等一下，请你们讲一下好吗？那这个是谁的？这个是委员的吗？哦，委员的哦，这是我们的部分，那给他们，给他们一下，好。我们先从24条开始了哈。那我想在座还有我们郑云鹏委员也列席哈。那是不是请那个陈司长特别针对24条的部分先处理一下好吗？是，好，谢谢。张伟，各位委员大家早。我是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正奇。那么针对5月4号陆海空间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经过跟委员报告还有这个谅解啊，我们对于24条之1、33条、34条还有48条都达成共识。那么今天针对24条的部分，我们当初有一个所谓考量文字的周延性，我们在做回去做了一个研究。那么现在把这个24条的这个条文呢、还有说明跟各位委员报告。第24条，军官士官在现役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不发退出籍予：一、犯内乱外患、刑法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1、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之1项、第33条第1项、第34条第1项或第二项、国家情报工作法第30条第1项或第二项、第30条第1项、第二项或第二项、第31条第1项或贪污治罪条例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之刑确定而未宣告缓刑，或应按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确定，但犯刑法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或国家情报工作法之罪，经判处有期徒刑未满7年确定者，依第24条之1、第1项、第2款至第4款之规定，减少退出籍予。二、依陆海空军惩罚法规定，受撤职处分，但因过失或连带处分而撤职者，不在此限。三、褫夺公权终身。四、丧失或畏惧中华民国国籍。以上报告立法说明如下，修正说明如下：第一个，参酌105年4月22日大院三读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法》第21条第1项第5、7款规定，修正本条序文及第一款的规定；第二个是考量本条增列犯刑法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或国家情报工作法之罪等相关规定，不发退出局域。未免失之过也。
位于本次新增之第24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横平原增列弹数规定已知周延，请各委员指正。牵涉到这一条的提案人有王定委员跟郑云鹏委员，你们要不要发言下来？我们上一次哈，针对这几条条文，我们大概有几个共识嘛？一个是减少比例哈，我们有共识。然后我们有把，我像我提案里面有关刑法155条等等移过去。我们那时候认为说，渎职之章有一些可能是非故意或者轻罪，我们应该把它7年以下就把它另外条列出来。可我发现你们现在修正出来的东西，像义务你们还是没有放进去啊。好，然后你们现在把那个7年以上才要免除的，你们多放了很多东西啊。你们除了犯了刑法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法，你得把这些东西都要未满7年的，好，都把它挪到后面去做那个减少的比例。我们上一次在这边就是有一些属于我们要处罚共谍，只要判决确定，就要免除他的这些给予，然后还要溯及既往追哈。所以你在这边多放了一些东西进去，跟我们上次共识不一样。我想请招委，这个东西跟我们上次讲的最后结论到底一不一致？所以我就认为说，我们还是回到上一次的共识，在24条，我们当时是觉得有一些刑法渎职罪章这个东西可能会处罚到一些非故意犯，所以我们那边定了个7年的门槛。那其他应该跟上次我们的共识是一样。另外，我上提案里面有155条等等哈，这像为什么150条是外面的人去散货里面，而常常是外面毕业退伍的学长来散货，还在军中的学弟，所以我们把155条，我还是很坚持这个放在里面，因为我们在职的军人其实严守分际的是绝大多数，那常常是退役的人忍受不了外面的诱惑，他只能找里面人配合犯罪。所以这一个犯放在那边，就他只要判刑确定，他也不会判很高，但判刑确定他原来退休当中被判了，我们一样要把它做这样处理哈。这是一个防冻的一个条款，我是希望把它放进去哈，因为我们上次并没有说把这条拿掉。好，这让那个运鹏要不要讲一下你的部分哈？那因为我们对啊，我们有一个原则了哈，就是要请国防部、退伍会还有我们全序部的哈一样。就是现行公务员他们的处罚机制是一样的，处罚条例是一样的、哦、不要过严、哦、也不过松。那有非故意犯的部分也在这个地方特别讨论到，所以看各位的看法怎么样处理这一块、哦、那我刚刚有提到所谓的34条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国防部有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已经退役的话呢，他们这些名单呢已经不在国防部，所以如果受法院判刑确定的话，国防部无从提供这个名单给全序单位或是退伍单位，所以我只把它放到这个领受退俸的部分呢，要有这样的机制，主要是处理机制的部分了哈。那等一下再参考。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关运鹏没有要再发言嘛哈？那有关这个部那个啊，这来罗委员，我想那个刚才王定委员讲的是对的，因为上次谈的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所谓渎职罪的时候，可能这个是非故意的。才会有这种所谓7年以下的情况，其他我觉得你几乎还是应该维持原来的，不然几乎所有的包括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情报工作法等等，所有判的必须加上7年以上才会取消他的这个退出给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跟上次的结论是不太一样的。问一下那个全序单位的人有没有来全序？刚刚有吗？好，来，那个我们在那个司法法制委员会提有关公教人员的那个退休俸的这个减俸的部分，跟我们现在要修改的这个陆海空军官士官的部分，那个有没有一样？有没有齐平？你拿麦克风好吗？因为现在都有录音录影啊，嘿，麻烦一下。有关第24条部分呢，因为就公务人员来讲是没有把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跟情报工作法放进来。那上次会议的话是说，因为军人职务特殊，所以我记得上次委员会有决议说要请他们特别把一些条文放进来。那公务人部分是没有的。我知道，但是刑度。刑度的话，最后判刑的刑度，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退俸要减俸啦、啊、等等这些，它的刑度啊，刑度上次已经说跟公务人员一样，完全一样嘛，对对对，所以刚刚那个王定宇委员讲的那个部分，
是需要再修正吗？还是按照他的说法就可以了？没有，因为这一次最主要是说他的那个 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跟勤工法这一部分放进来，那个刑度问题，就是这一部分是公务人员没有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尊重。可是现在，现在不管国安法或国家机密保护法，或者是勤工法，都不是到军检去了，都是到一般的地检，你知道吗？那所以我们只是把法条的适用范围增加嘛。好，所以在刑度方面如果没有特别不同的话，其实应该可以参采王定宇委员的意见啦。那个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高见？有没有其他高见？来，你两个单位你要讲。国安局这边有点意见啊，就是把情报工作法31条的第一项列进去，这部分我们认为说有待商榷的。前面的那些条文我们都没意见，但是31条第一项，勤工法31第一项，因为它这一部分它已经不是，它泄露的不是秘密资讯。那有一部分的学者专家，我们有开咨询会议，他们建议把这一条删除掉。他们说法就是这31条，勤工法31条，在哪里？他这边的条文是说三一。他的条文是说，现职或退离职之情报人员，为外国势力、境外敌对势力获取工作人员，从事情报工作，而刺探、收集、泄露或交付非秘密之资讯，那是法定刑是一上三下。那这部分，因为我们咨询委员里头好几位学者都在提，当初在讨论这一条的时候，他们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删除掉这一条。因为既然是非秘密资讯，就是网络上都叫得到的，那泄露这个东西为什么还犯罪？不是，他是要判处到很高的那个刑度才有可能啊。你要看一下了刑度啊。对，后面当然有。如果他是普通的刑度，比如说他可能泄露啊，可能国安局里面有一些绯闻啊什么之类的，那也许不叫机密，但是他刑度很低啊。但是他是非秘密资讯，所以因为有。对，但是他如果有被法院判刑的话，那个刑度很高。就表示有可能是牵涉到我们的那个情，他这一个部分哈，是判刑确定，我们就除去他的退出给予，然后下面但他有个但哈，在中段那边，但犯刑法渎职罪赃罪，他们现在后面加了一堆东西哈，减少退出给予哈，所以第一个该管局的意见，其实他在那上面的话要判刑确定，他如果交付的是网络上都可以查的东西，法院不会判他有罪。法院会判他有罪，他交，因为这个是替外国或者是像中共这样来刺探情报交付的资讯，至于那个资讯是不是属于密集或怎么样子，好，所以说如果他没有判刑的话，这不会有影响哈。第二个哈，我还是要跟国防部讲，你们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上次讲的结论，请你们回去只改写文字。我印象我们上次在这边讨论都几乎有共识了，然后你们认为不应该比一般公务员严那个30、50的，我们也照你们意思往下调了。就你现在把。我们原来说啊，因为有人不小心把原子笔带回家，这种渎职罪赃罪哈，我们设了一个7年的门槛。你现在后面把全部勤工法什么通放里面，说这种都按照那个比例把它拿掉就好了。我们又看到现实的判例，要判到7年以上，何其少啊！所以你们这样把这个东西藏在这里面哈，不好了。我们上跟你沟通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我就坚持我原来案子，我不跟你们协调了。就跟您有道理的说服我们的，我们听你们，但是你们不能。后溜损本康啊，你就把一些东西就放在里面。我们上次就渎职罪赃罪7年以上，其他应该放到上面。然后刑法155条，你们还是，我这上次还有保留意见说要把它纳进去，你们现在连写都没有写到。好，所以你们这样处理到底是要包庇共谍呢，还是要包庇什么东西？我看不太懂哈。然后另外这个刚才讲这个31条第一项哈。那个部分我觉得我还是认为要放在里面呢。那些学者专家还有他的想法，我们都咨询的学者专家，他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方，他要想到这一条的风险了，这个也是为国家安全有保障啊。他判刑确定才会免除那个退休给予，学者专家又没有退休给予的问题，我们这条不会罚到他，除非他是我们原来军方出去变成学者的。好，那先罗志正，然后再蔡诗英。那个部里那个法文条文的写法是有问题的哈，你比方说举刚才公安局提到那个案子哈，比方31条，
他最多也不过 一上三下嘛，对不对？那你下面要一段就写说七年以上才要所谓退出去，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像我现在讲就是刑工法第31条，本来我们的写法就是只要犯了就是 不退给不给予嘛，一样啊。可是后面又讲一个啊，后面又写说情报、国家情报工作法未满七年者就是减少退出给予而已啊，他不可能判到七年以上啊，所以那条等于多写的嘛，31条上面那个是多写的啊。然后另外30条也是一样，30条第二项里面他写的啊，违法刺探或收集第8项第1项之资讯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你30条的第二项也是等于多写的，没有用嘛，都让他跑掉了。所以上面写的等于是空的东西啊。不好意思，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曾经请国防部列一个资料，就是说所有我们所知道的共谍案，最后是用什么案、什么罪行判刑，然后每一个被判刑的是判多少的刑期。我们当时有讲过这件事情嘛？那我不晓得我们国防部今天有没有把全部的资料带过来哦。我觉得其实就是很简单，我就是把过往被判刑的这一些人，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修正案里面，我觉得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啦。哦，比如说几个共谍，我们认为很可恶的，然后结果他可能是用什么罪被判几年，那我们认为这不应该给他退出给付的，我们就把这个拿进去。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方式啊。我觉得上一次我记得当时主席有要求说，请他们提供资料啊，那有没有看到资料？不好意思。哎，运鹏，那个，来。哎，主席，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在24条，的第一项第一款后面加了，但犯刑法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这些哈，那未满7年确定的，就是照着24条之一去处理哦。那我查了一下国家安全法里面，它最高的处罚就是5年以下了嘛，所以等于犯了国家安全法，现在很多都是根据国家安全法在判刑的，嗯。OK， 好，嗯，好 ，OK， 那我就没有意见，嗯。他的那个法条的适用对象啊，那但是你怎么知道以后那个国家安全法会不会把这个改成7年？这个是法律竞合的问题啊。那我是觉得说，其实也有宣告的意味了。那个刚国安局发表的意见没有不对，他是用现行的法条来看了。但是我觉得说，你也必须要警告他们。也许非秘密，如果你整个 PC 都弄过去，那你怎么知道里面是秘密跟非秘密夹杂？说不定真的就会超过7年。那我们再来修那个地方嘛。主席，我们上一次24条跟24条之一，还有把退休的在34条并进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宗旨，就是说，在24条犯渎职罪章的，会有罚到一些觉得非故意的人，我们才把它放到下面说，他要7年以上才要免除所有的给予。那其他的话就按照24条之一那个比例来减少嘛。那有一些特别是牵涉到共谍，我们是要处罚共谍，那把它放在上面就是判刑确定就要去除去他的退除给予。所以他现在把上面东西又把它丢一些丢到后面，刑工法的、国安法的、国家机密保护法的，只要未满7年的就按照24条之一，跟我们上次讲的宗旨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如果去查那些法哈，几乎不会判到5年以上。那等于我们24条前面那个不都给下呀、啊，被多写的。我还是要跟你讲，国防部你不能这样做事情了、啊。你这样子以后我们怎么跟你协调？不诚实啊！我们上次说上面这一边判刑确定的，我们就免除他的给予，因为他是匪谍，哪怕你判8个月、判1年2个月。当共谍的我们就把它剥夺掉，但是因为渎职罪章会有差异，有人不小心带了笔回去什么的，我们才把它放在里面。你不能后面多丢了这么多东西，然后24条之一的按比例分配，我们才把那个退休人员也把它放到里面等同嘛，这样才是完整。而且我们上都有共识哦，只是让你们回去改写条文，把它写得顺一点。就你们改写条文，把我们上次的结论的精神都把它扭曲掉了。这样不好了，好，这样不好，这样以后我跟你们协调，不然都要当场写出来，我都不遵守啊。我能说明一下吗？啊，我是国防部这支，是啊，我想说一下说明，正是因为委员刚刚这些指导哈，我就说上次提到说，有一些违罪啦，哈，轻罪啦，哈，为了要符合比例原则嘛，所以叫我们回去再做检讨。那刚刚委员讲的都很正确啊，只是说这个条文设计的过程，请
大家再仔细看一下，说前面是在讲说犯了这些内乱外患刑法渎职罪章还有国安法勤工法这些罪，如果判处有期徒刑确定没有宣告缓刑的话，那或者是处死刑无期徒刑的话，原则上都是不发嘛，对不对？不发退除给予嘛。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是轻罪违罪，就跟委员刚刚也指导的一样，有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到七年以上啊。我要后面这个弹书是要做什么？是要比照二十四条之一的第一项的规定，它是有剥夺跟减少，剥夺就等同我们不发嘛，对不对？减少的话就按照判刑的七年以下的会去区别一到两年、两到三年之类做不同比例的减少。那我们就是检视过相关的条文，发现说有一些就是在七年以下，像刚刚勤工法的三十条之一的第二项，还有刚刚我们国安局代表所指教的三十一条的第一项，这个都在七年以下，这个、根本不可能达到七年以上不发，所以我们只好把它摆在弹书里面说，你如果犯那一些轻罪违罪的话，我就要依照我打断你，不是这样子，我们把写到前面意思说，他只要判刑确定，哪怕判一年我都不发，我们本来讲说犯了这些共谍罪，那你现在把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根本前面就不要写他了嘛。我想这样子好不好？其实我们有共识的还是有出来了哈。先把那个没有共识，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勤工法，还有你讲的那个所谓的五年以下的这个到底算还是不算哈？那要不要修改其他的相关法律？有共识的先去除掉，不要从头到尾开始讲，要不然你到时候又翻来翻来覆去，永远没办法把这个法条整理出来。先把王定宇委员讲的部分，还有我们刚的意旨。就是说他只要是共谍的部分，你虽然就是判三年五年，不管是你交付什么样的特别的秘密，我们觉得就应该重罚。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不可以放在二十四条之一的条文里面？你懂我意思吗？而不是你根据现行的法律，因为没办法罚，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掉。这个在立法的意旨上面的那个精神有点不太一样。你了解我意思吗？大概基本上还是 focus 在勤工法跟国安法。或是国家机密保护法这几个特别的条文里面了、那我们如果觉得有必要需要把这其他的三个法再做其他的竞合式的修正的话，我们会再来做修正，好吗？来，那个运鹏，主席长请教一下就是说到底现在的定义什么叫做共谍？所以上次我在提案说明里面就是说，以现在的特殊状况来说，你不是内乱也不是外患嘛。那现在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犯国安法的，我们有一些案情，我们认为是共谍嘛。但是国安法里面就五年以下，所以你不可能犯了国安法然后而剥夺他所有请你的权利嘛，对不对？所以那刚才招委所说的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国家机密保护法跟那个什么你跟那个国家情报工作法，对，但是现在很多都是犯国安法，他判一年半，我们认为他是共谍啊。所以现在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共谍？法条里面没有共谍，对啊，只有间谍罪的定义。对、他也不可能犯内乱外患啊，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因为你动员戡乱时期已经结束了嘛，很多罪名其实可以不要写。可是因为上次在讨论的时候，委员提案的版本里面有很多都、有关于国家机密保护法，有关于国安法，有关于勤工法，我们是把各个委员的版本中整起来纳入哈。至于说刚刚有提到那个王定宇委员提到那个刑法155条，这个部分我们回去那个法律事务司有做研究，待会再请法律事务司的处长做补充说明。那其他的部分我们都是参照各个委员提案的版本，我们一起进去把它检视过之后，排除掉过失犯。排除掉未遂犯，这个也是完全照王委员上次的指示，就是说那一些违罪的部分，我们对，但是我们去检视其他的罪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才会把它拿掉。就是说，一样在勤工法，一样在国家机密保护法，它也有过失犯，也有未遂犯的啊。这种情形不是就等同渎职罪章里面的那些过失犯、那些违罪吗？所以我们才会把那些条文给拿掉，当时是思考背景是这样啦。那如果说委员还是坚持说这个条文全部通通要纳进去，那这样就会有其他委员所指教到，他好像也不是违反国家忠诚的罪名，他虽然他有违犯罪没有错，但是如果要都纳进去，他情节没有那么重的话，我一律都剥夺，这样好不好？这是我们上次有在讨论的一个意见嘛，就是说符不符合比例原则嘛。如果说他犯的罪他也没判那么重啊，你一犯罪我就要把他剥夺啊，这个跟比例原则有没有相符？这是上次我们主要检视的一个意见哈。以上补充。那赵伟哈，我这边有国安局给我的资料了哈，不管是王这个王叉叉啦哈，孔祥、金成怀、志安、张全、
兼曾仁纯案、何某某案、刘正明案，每个都判刑两个月、两年、一年、三年、三年三个月，这个都是我们叫做国安侦防案件，国安局的相关统计表。我看了里面用了这些法条判的，有的判一年五个月缓刑五年，一年八个月、六个月，还有六年、五年等等，有二十年无期的，但是少数。我们上次立法的要旨就是说，某些条文它确实是我们现在法院能够引用来办共谍案的条文，而那些共谍案他判了一两个月、两年三个月，就他还是可以领终身俸，所以我们认为犯了共谍罪的人，我们应该把他剥夺掉。那剥夺掉的时候，就是卡到这些我们现在法院实务上在引用来判决共谍案的法条的人，他如果是我们军方陆海空军退休的人，我们就剥夺他的退休给予。但是渎职的部分，因为渎职的样态就 不一定是共谍，他有可能不小心把卫生纸带回家，那我们就说好，那要列一个七年的门槛。构思是在这里，否则照你刚才讲的话，根本我们第二十条前项不要写了，因为那个都没有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了，几乎没有啊。那变成没有啊，所以你变成后面这里哈，要规定七年以上才能够免除掉他，而他的刑度最高就是五年。那你写在前面，这个法不是很好笑吗？重点不在于说我们修这个国安法里面为什么是五年而不是判七年？怎么加重？应该是类似这样子的部分。我报告我是不是可以？现在保留的话，这个条文就全部通通过了。不，报委员，我是不是可以报告一下？跟公教人员是一样的人员出去，否则会影响大的反应。报告委员，我是不是可以发言？啊，各委员，我想各委员关切的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广播对于所谓极少数违反国家忠诚义务人，要给予他适当的处分，依国家的法治。所以我觉得，在原来我们在上五月四号在开这个审查会的时候，针对所谓军公教横平这个部分，我讲哈，犯共谍罪或是泄露国家机密、违反国家重大义务，并不只有军人而已。所以当初委员在接受我们的说法说横平，那横平的话，今天把这个国家安全法、还有勤工法、什么国家军保法等等这些条文，委员提案的部分，除了刑法155条没有纳入以外，其他因为没有纳入，是因为它有点叠床架屋哈，有重复的现象，所以我们经过法律事务室的这个审查。法规会的审查，他们认为说这边也有规范，那就不需要再一定要把它罗列在这里面。所以说，以陆海空军服役条例的这个条文来说，我们已经把这些加进来，这个对军人已经是有一个很非常特殊的对待。其实我是比较不乐见这样，但是既然委员这样要求了，我们也把它加进来。但是在这一条24条最主要精神是不发退出给予哦。包含你已经领了要追缴，对不对？在限制期间，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本。那我们讲七年以上，包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都在这个范围。我们没有违反委员对我们的要求，还有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但是对于后面这个弹书的部分，我们只是援引24条之一的，比方说七年以下，五到七年，三到七年。两年到三年，一到两年的那个70%、50%、30%的这个比例，只要你犯了这罪，你就如刚才委员说，你犯了一年，那你就减20%嘛，变成30%嘛。所以这个精神并不是说我们去逃避，用一个含混的言辞去逃避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反而让这个弹书的规定，就是说你不要连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要不发退出局。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的所犯的这个过失，还有对违反国家忠诚的这个轻重程度来说，其实法院不管他是不是自由新人，他还是有他的所谓引用法条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做一个说明。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前面那段不发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跟赵委报告还有各委报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这样过？那后面这个弹书的部分，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要还是不要？如果不要，会延伸什么样对所谓一律都不发这样一个严酷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考量的。以上报告。那个。你要比较24条之一啊，这个我有保留了哈，因为毕竟限制的跟退役的是不一样，所掌握的资讯也是不同的哈。但是姑且不论说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条文本身是矛盾的，这才是问题。就你前半段你说有下列情形就是不发退除给予，对不对？然后就是那几个你列出十几个了，十几条了啊。然后后面又说要七年以
以上，七年以下未满七年者，就是减少退出籍域嘛，对不对？可是你上面提的，扣除掉内乱外患跟渎职罪状之外，其他列出来十个里面只有三个，刑法上有可能判到七年以上，那等于白写嘛？要么就把它拿掉。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国家机密保护，国安法五之一，五年以下；国家机密保护法三十二条第一项一到七年，不到七年啊。三十三条第一项五年以下，三十四条第一项五年以下，第二项七年以下。国家情报工作法，三十条之一三到十年，这有可能判到七年以上。好，第二项一到七年也不到七年啊。第三十条之一七年以上，这有机会。啊，第二项三到十年有机会，其他包括三十一条之一一到三年，刚才提到了。所以你讲的十种可能的样态里面，只有三种。是有可能判到七年，那你下面把它排除掉，那不是等于白写吗？这法律上是完全矛盾的、啊。其实没有排除啊。委员讲这个部分，正因为当初我们说为什么不是，各位委员，我跟您报告，为什么当初我们说不要独另用其他法令的某一条来界定？虽然它跟这个所谓违反国家忠诚义务有关哈，但是问题如果说当初我们讲说为什么用国安法五十二条去做统一的规范，那其他再做横评，我觉得会比较恰当。那但是委员既然有这样一个比较强烈的表态，我们认为说好放进来也算明确。那但是放进来就变成刚才罗文所讲的，有的是现行的法律的刑度就是一到三年或是一到五年，他就不会到七年嘛，所以我们又把它放在这个所谓不发退出局域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法律上所谓跟以前的对待啊各方面会造成很大的一个 不一致的状况？那个我们刚讲了三个这个 法律啊，其实都是规范到现行的军事官的哈，可是在他们想法里面是说，其实非现行的军事官包括一般的公务员、啊、也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的部分、啊、那如果两边的判刑没有办法拉到一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好像对军官特别严格。但是现在我还是跟司长讲一下，两位委员的意见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当中了，再想办法说服看看。就是我刚讲过，我们有共识的就不要再谈好吗？你们不要回复原来谈，到时候又被那个，先把他们两位的想法可不可以在其他的法条当中整合一下啦，因为我想我看国安局大概不会什么特别意见吗、哦、还是有其他的意见，或者是说有其他国防部这边还有像退辅会是不是也是 表达一下你们的看法好吗？鲍委那个退辅会的话，因为主要是退出籍域核定以后，我们做后面发放的动作，所以在这边对法条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多少意见。可是他已经不是现任的一样啊，就是说我们跟法务比对出来什么资料，然后法务部就是已经判定核定的，我们会送到国防部，让国防部审定以后再给我们。对，我们有跟他定期交换资料。现在已经有了。对，现在已经有。那个赵伟，我们回忆一下上礼拜哈，我们是用民进党党团的二十四条做增修嘛，然后我们讲的要比照公务员不可以太宽松，是在讨论那个扣百分之多少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把两个人混在一起？到这边也把它放成说啊，要横平，对，就是没有我们上一次在二十四条为什么很快就说好那个没有争议，就是上一次这边争论不多，因为原来民进党党团版本的是一律不发有一。二三四，那时候你们特别挑出渎职罪章，我这样讲没有错、啊。就你们现在就像刚才罗志镇委员说的，你们现在把这个东西除了渎职罪章，又把通通放进去之后，就好像我们规定哈，我们这里面要选170公分以上来打篮球，就我们这里面每个都160公分而已。你定法条不开玩笑？所以我们原来那时候这个版本是要从严，也就是说你去担任共谍，纵使根据这些法条，现在实务上是根据这些法条来判你。但判不重，判一年两年，我们也告诉你，你的退休籍我把你全部免掉。但是渎职罪章，因为有非共谍的部分，所以我们把它七年以上这个门槛放在那里。然后二十四条之一，我们把后面我本来有提个案子有关退休的，你们后来加了一句说等同嘛，我们就把它合并了。上次讨论大概是这个模式，可是你今天要来讲的是说，我们在二十四条七年以上的哈。要把上前面的罪行通通把它放到下面，几乎都放到下面去，要七年以上才有全免，全部免除。
那跟我们上讲不一样，一个是严格的版本，一个是宽松，现实上根本弄不到半个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讨论跟上次共识真的离太远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如果照委员这样说法哈，我们24条之一定那个所谓七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到五年、一到两年就没有异议，那你就不需要定，那通通就是说只要犯这个通，那这样就起异了。所以我觉得24条之一为什么这样定？我们认为说他犯，即便是犯这个违反忠诚义务的罪哈，他也有刑度高低之别嘛。那法院判了依法独立审判，他判出来的刑度，那其实就是一个依据。那这个依据，如果说我们说不管你一年还是七年，你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我通通给你剥夺，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讨论24条之一。来，我们的问题是在这里。好，没关系。那个刚刚的疑问呢、啊，可能必须要国安局的同仁帮忙回复一下。其实他们国安局已经有相关的条文了、啊，要请法务部来修法。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来。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就刚针对主席还有王委员关切那一部分啊，因为现在四案共谍案均名落差过大，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召开咨询会议之后也做了一个修法建议，就是建议法务部啊，把刑法的那个等于说外患罪的帮助敌人的间谍或者帮助敌国的间谍从事活动，这个他现在是暂时才处罚，我们建议他平时也处罚啊，这部分是建议法务部做一个修法。另外针对国安法的第2条之一发展组织罪这一部分，因为现在是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所以判得比较轻，那我们也建议内政部把刑度提高到3年以上，这个都是目前规划的，也都已经对对对。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这个针对性当然很清楚嘛，对军职。那公务员退休法已经过了，那我当初上个礼拜所做的这个报告里面就讲，如果说第一个横平是一个态度，是一个立场，你不能把任何一个职业别用特殊非常不合理的对待，我觉得这个在站在国防部立场、军人立场，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意见。那么刚才我也强调，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做，你不可能说用这一条24条可以规范所有的样态，不可能。所以我才讲说，上位的这个法律或者共同规范的这个法源到底在哪里，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律定，然后大家依据那个去修正自己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处分的额度或刑度，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以上报告。那个国安局会法务部要修改的部分，我们当然可以拿来，我们主动来推动立法哈。那我们回到这24条，就是说，社会上的声音是告诉我们，有一群共谍被判了刑，照样领国家的退休俸，领人民的税金，不是针对陆海空军，陆海空军的军事官99.99%不会干这种事情。我们在处理的是违反国家忠诚，所以为什么提案都会重言，就是你喝大，你有胆你来犯这个法，你一年我也给你剥夺所有的退休给予，凭什么领啊？你出卖国家的情报，发展组织替国外的人在发展，破坏我们国家安全，所以我们才会有重言的设计。这不是针对军方，不是针对国防部，是针对你里面那个0.001%的人。所以原始的提案为什么会重言？我也承认这是重言，因为国防机密一直被刺探，而这些人到目前为止被处罚了，社会为什么不能接受？我还在缴税金养他们呢、啊。那你这个立法立下去之后，将来退伍的学长要诱惑军中的学弟，或军中要发展组织，或跟台商在交往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一条。你如果犯到，就算你只判8个月、1年，因为大多数都判那个刑度，大多数都判在2年以下。我退休俸照领，然后领个7成8成，我可以拼拼看呢、啊。我们从严的话，他要去评估他的机会成本。这个是从严的思考，所以从党团提案、个别委员提案都是从严。也就是说，你如果犯到匪谍、有关共谍这样的罪章的时候，我们就剥夺你所有退休给予，然后我们有量刑刑度的比例，我们可以来弄。那如果说国防部坚持说，我们除了在剥夺百分比那个要横平以外，连刑度都要横平，就是匪做共谍哈，我们也给他分类别，
叫做一级共谍、二级共谍、三级共谍，犯轻罪的人我们就剥夺少一点。你们要表达是这样态度的话，可以跟社会宣告，我可以接受。就是说，就算出卖国家忠诚，我可以把你分级，卖的严重跟卖的不严重的、哦、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这里面哈、哦，有一些要竞合的法律，我常常听到国防部讲这个哪一个法哪一个法要做上位法或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刚才整理出来，我们在各个委员会、各党团，我们一次都通大家来填，把它修一次弄好来，不能永远在等他，我们永远。另外委员会的案，然后所以这边就不能动，然后这些共谍案能继续领终身俸，这样我们对不起纳税人。所以如果国防部真的觉得其他的上位法，什么国安法五十二条或刚才那几个条文很重要，你列出来，我们请我们的同事委员，我们分别去推动，保障好的军事官，处罚少数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哦，这个是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法往严的方向来修订。最后一个哈、哦，我是要请教法务部的概念，这个是请教了哈、哦，因为我听说。我们一般法都定1357，就一年以上几年以下，大概都是奇数。那我们这里面用的有偶数，2年到3年，就他们定那个是跟很多行整个法律的平衡是有关系的哈。这我听徐国勇律师在建议的，他说一般法都会定1年以上3年以下或1年以下以上5年以下3跟5期，很少定那个2年的这种门槛哈。这个是不是可以哈？有没有需要就是定出来法，不要说让法界有的是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追溯期限有关的、啊，他那个是一套平衡感的东西，有没有这个了？我用请教法务部的意见哈。那跟主席跟委员报告，就基本上那个新法的法定刑度，它就是。旧的体力确实就是那个135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啦，不过那个是因为就是说跟着刑法总则它关于那个追诉权时效的那个规定来的啦。那不过因为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行政法规，尤其是那个行政刑法的部分啊，现在其实并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限制。那像在那个刑法的外患罪章里面有一条罪，它也是判它的法定刑度也是一个偶数的刑度啦，所以这个奇数偶数其实没有太大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的，说一定要要求说一定只能奇数或偶数，对。好，我补充一下啦，因为其实这个修这种法它本身就很复杂，哦，那我觉得怎么样修是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尽量抓住，就是军公教，哦，就是只要是公务员涉及到。不管是现职的啦，还是说退休的啊，涉及到这个泄密这一块啊，或者共谍这一块，在横平的基础上面，应该大家受到的这个制裁啊，应该是在一定的这个标准，大家都适用同样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横平的原则，我们就把它抓住，然后看怎么样能够修的比较完整一点啦，啊，不要到时候有一些漏网之鱼。或者是说，造成一些可能，误判之类的啊，我觉得这是原则上面，我们看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尽量来靠拢啊。好，蔡委员。不好意思哦，我还是要主张刚之前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请国防部把所有我们危害国家重大治安的这些公铁啊。全军把它整理出来，然后看他们现在法院目前以他们所判的哪几条法条。那我刚刚看了这个我们刚刚提供的资料里面呢、啊，我光翻了一下查阅一下资料，我就有些人那就没列进去，像有一个叫庄伯兴的，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庄伯兴还被判处无期徒刑、欸、他到底是违反哪一条法你们也没写到啊，他是你们的陆军少校啊，电讯室的、啊2004年发生被判的，2005年被判的啊，你暂时就没写到啊。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你们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卢俊君是不是？卢俊君有没有？卢俊君也没有啊，卢俊君也没有被提起公，2013年被提起公诉，现在应该还在审查。我不晓得，那这个案子如果我们审完之后就可以涉及，就把它列进去啊。那这个是我们非国防部参谋本部的上位啊，对啊，那我就觉得说，这个
你们是不是应该是确认一下哪几个案子是法条里面有规定到的，就是被法院有被判出来的，或者那这样我们因为其实法院判的就是那几条法律嘛，像我刚刚看到有人被判那个妨碍军机治罪条例，我们的军人有被判到的，叫李志豪，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李志豪被用妨碍军机治罪，然后另外那个里面那个罗贤哲是用陆海空军刑法被判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修法里面写的法条里面也没有写到陆海空军刑法，那、啊、这些都是漏掉的东西啊。然后另外你们还有一个什么军情局退役军官上校，还有一个叫周志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写上去，周志立也有啊，是你们空军的间谍啊，而且现在目前交保正在办理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徐乃权也是我们之前选过立委的，立委跟县长的啊，也现在被收押，那这个案子应该也有在办啊。那我的意思说，像那几个案子，他们到底是用什么的法条会被定罪，我们就把它列进去，这样啊，他因为以前的法条就那几条嘛，或者检察官起诉又哪几条把他起诉嘛，其实去看就知道了啊。那我觉得国防部应该之前我就要求说，你们先提供这些资料，那我们就把这些法条全部纳进去，你才能达到吓阻的效果嘛。否则我就觉得这样讲一讲，像我刚刚念的那几条里面，也是我们没有列进去的、啊，妨碍军机治罪条例，还有一个是陆海空军刑法，你们这边也有写到了，这都没列上去啊。那纯粹只以刑度来列啊。那如果这样回过头，那变成又干脆就是全部前面都不用写了，只列刑度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几条法条纳进去？就是说，我们认为这几条法条很重要，即便只判一年、两年、三年，都应该要剥夺他的退休给予嘛。重点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认为应该那些法条是怎么确定的？就是过往我们法院所判的所有的相关关于共所谓间谍案的这一些军官，到底他是哪几条法条确定的？那我觉得国防部是不是应该搞清楚一点？我刚刚念的几个人里面都没写到，还是这都假的？我就不晓得。好，来，可不可以请请国防部来回答一下。报召委各委员，我还是这样认为哈。如果说今天刚才那个委员提出那么多说，我就发现一个法，他们是用什么法来判？其实第一个哈，如果以法治国的这个立场来看，我们一般公务员你违反了这个国家法令，你就是被法院判决嘛，审查这个。但是他要用什么法条，他要不要用陆海空军刑法，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去指换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哈，如果说今天一直发现这样一个所谓个别的案例或个别的事态，不管他轻重缓急，然后我们就通通给他一样的处分，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可能在量刑跟处分上会有一些不一致的对待，这个比较不是那么恰当。我想法务部还有很多高先进在这边可以请他们表达意见，但我还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步哈，我刚才说如果在不发退出局域这个部分，我们把刚才委员在5月4号所关切那些法条跟样态都加进来，我们也从善如流，我们也配合。但是如果说一律不管你一年还是七年判死刑无期徒刑，通通都不发退出局域，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要慎重的去加以考量。那么至于说弹数的部分，我们只是强调我刚才讲24条之一，把各种从死刑无期徒刑一到一年以上这个部分有不同程度的律定，我想这个部分已经就表达了我们对这件事任何一个违反国家重大义务人他有轻有重的这样一个犯行给予他不同的对待，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所以我刚才那个江委员 也说，我上次就讲我们希望军公就要横平，那么今天在24条的部分已经把其他各委员关切的法条单一的不过是或者是其他类别加进来，我想我们国防部已经表达非常完整的一个善意了，好不好？我想这样好吗？那个刚刚我们的整体的大致上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文官了哈，文官的这些退俸、减俸等等已经通过哈，现在是武官的部分。那武官的部分，从上次开始讨论的时候呢，大家就基本上就把这个内乱外患呐、啊，还有这个国安法，还有国家机密保护法，甚至勤工法都列进去。那基本上它的刑度呢，还是我们有刚有提到哈，会更改哈，还是一样，我们是要求哈，这个对国家忠诚、文武百官都要一样哈。那既然是这样的方向的话，其实有牵涉到其他法条要修正的部分的话，
不应该现在就在陆海空军的服役条例里面放进去，因为这样放进去会破坏其他法律之间的衡平原则了哈。所以我觉得我是建议说，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会按照原来国防部已经花了一段时间了，在跟其他的单位啊就协调的部分都把它放进去，让它赶快通过。如果我们觉得哈有问题哈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再回来修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现在不通过，我们五二零之前啊，就是这个东西还是会压住，那你会压到六月七月，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好、哦，到时候变一般的民一般的人民啊，没不属于军公教的也要放进来，那其实那个已经要修到一般的刑法那边去了、哦、更复杂。所以我建议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向啊来做一下修正，就让它赶快通过，因为我们今天还是集中在二十四条之一就好了，要不然还要在党团协商了，就更麻烦了。那个赵伟哈，其实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国防部的立场了，也就是说，目前的其他公务人员部分并没有这么严的规定。好，那立法院最近才通过了之所以公务人员退休法里面，事实上也处理到只有处理到贪污跟渎职而已。那事实上，国安法五之一、国家机密保护法、国家情控法可犯的人不是只有军人，其他人都有可能犯这个罪。我们同意，可是只有陆海空方有处理这一块，那只限军人，而其他公务员如果犯这个法的话，并没有法则，这才是问题。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网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要先处理，然后另外工人部分也可以推动这个相关的修法的工作啊，你们就不会觉得不公平吗？好像只有军人犯这个法才要，一般工人犯这个法就不用有这样这个处罚。事实上，我们认为还是要从严了。也就是说，他是向人民宣告，就是说，一个公务人员，不管是文的或军的，只要违反了这样的一个是类似共谍的罪的话，我想人民是不能接受的，更不要讲什么刑度一级、二级、B 级共谍、三级，然后程度不一样就可以犯不同的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政治宣示的意义。那现在只是国防部立场说，那是不是在等其他公务人员的时候一起来处理，然后变成一致性，还是说我们这部分要先处理掉？好，我尊重提案委员的看法。我没特别。我们现在就面对一个状况哈，因为一般公务员没有法则，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先放着，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这边定好。反过来去看，如果你不管五之一、五之二弄完了之后，他们不像你们有个陆海空军军事官这个服役条例专法去处理那个部分，那个洞要补起来，而不是因为那个洞存在，我们就容忍这个洞继续存在。我们带来的民众的想法是告诉。那些想当共谍的人，不管你退役或没有退役，我们会对你非常严格的处理。这个是这个立法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国家的军人退休之后该保障的权利，我们尽量捍卫。可是如果他自己对不起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严格处分。所以我们才会定那么严格，说你犯了我就把你剥夺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如果大家都犯这个罪，我们如果剥夺的军人是上万人，我们国家就亡国了啦。会卡到这个东西的人都是少数，非常少数不孝的分子，而我们现在法律竟然拿他没办法，就判了刑一年两个月，他出来他甚至在里面还可以继续领我们的终身俸，领我们的退休给予，没有一个纳税人可以接受这样状况，所以我们才会在二十四条，这个是严格的，你只要犯到判刑确定，我就剥夺给予，但是贪渎的罪章的部分，我让你有个七年的比例，那也许跟其他的公务员比起来趋严，我们刚才讲的。把其他公务员那个洞的部分，我们也会把它补起来，这样这个法才完整、哦、所以，我跟罗委员的意见应该也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法还是要修，然后呢，我们往严的方向来修理、哦、修改、哦、那其他法律没有跟上来的，我们可以到其他委员会继续来弄，再推动其他相关的立法。对，让犯罪代价去大于犯罪所得，确实是遏阻犯罪的一个最佳的方法了哈。可是我也要提醒一点，就是说，像我们这些从事间谍或公谍罪的人，好，他可能一时是受金钱或这情色所迷惑，他犯了这个错，他去把资料带出来之后，他要交给对方之前，一直到这个对方拿这个资料带回到他敌国去之前，这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在情控法里面，我们还做一些反制间谍的工作。如果我今天不论
不论轻重一律剥，一律把它剥夺掉，一律不发给他，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说 我可能本来我交给对方，我可能他在台湾吸收一个分子，我交给这个他在台湾吸收的下线，他还没送回那个敌国去的时候，他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幡然悔悟了，我去阻止这种状况，那我判的刑会比较轻。可是呢，我们今天定在里面的结果会变成什么？他不论他有没有幡然悔悟，他这个资料造成的危害程度是什么，你一律把它剥夺掉、哦、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说你全部定那么严，它的后果、哦、是什么啦。那、委员们的意见我刚刚 也一直想找机会做补充，说这些人不可能、依照刑度不可能犯超过七年罪，其实要去思考另外一个点，就是说他可能是公务人员，他可能是 情报人员，他会有加重其刑的规范、哦、他加重其刑之后哦、那可能就会超过那个七年的徒刑，所以为什么我们写在上面是有这个考量的，因为我们现役军人我们也有加重其刑的规范、哦、所以这个里面、单单看刑度或许有那一些说哎呀奇怪，他就不可能超过七年，你定在这里干什么，但是其实情报工作人员他有加重其刑的规范、哦、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定在这里，其实是也考量到后面还有就是说你如果暂时去犯的话也会加重其刑哦、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一体性存在的了。 我想是这样子的，大家的补充跟那个想法都讲清楚了，其实我觉得共识性很强了。那个看国防部这边是不是要针对二十四条之一的部分再做文字上的修正出来，让委员看过没意见的话大概就修正通过好吗？其实看起来二十四条吧，对啊，二十四条之一啊，好吗？哎，看你们，二十四之一没有问题，我们就是希望上次委员定的那个额度，二十四条之一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吗？现在就二十四条，就是说二十四条，你把它全部，就不管一年级多少，我全部都那个，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要考虑的。那我再请问一下哈，那像罗先哲他们你们写的内容，这个陆海空军刑法十七、二十、二十二条的部分，要不要也纳进去啊？我们前面的有犯内乱外患等等写的七项嘛，七项里面没有陆海空军刑法的十七、二十条、二十二条，是不是要把它纳进去？那第八项有没有必要？说现行的条文的第一款里面哈，二十四条的第一款里面，他已经有讲说，如果应案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啊，因为十七条它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啊。不是啊，那如果照你这样讲，我前面列那个法条的重点，其实你只是为了后面就是一个刑度的问题而已嘛，对不对？因为有24条之一的不同的。对啊，所以你不能说前面都说全部不发，后面又定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情绪，那不是？不是啊，那你二十四条，你就二十四条之一，不就是要补充二十四条的吗？他两个期间犯的期间不一样，这个是现役期间嘛，啊，那个是现役期间犯，但是最后被判刑的时候是在退的时候。这个我理解哈，这几天是有矛盾，好，因为二十四条之一并不是处理他退伍之后犯罪，是现役的时候犯罪，然后退伍之后判刑确定嘛，所以这两个刑度不一样是怪怪的啦。比方说罗坚泽今天我在役期间犯罪，然后退役之后才被发现，然后开始查，他发现哦不同，这两个字是有矛盾没有错啦，所以如果不处理的话，的确，那就两条合并就好啦。为什么不能合并？就是在前面二十四条前面，就是，在现役期间有下列情形者，除下列条不发给嘛，对不对？然后另外再八卦说，你后面还有什么未经弹劾复决，也把它写在前面就好了。他现在这样子啊，二十四条跟二十四条之一有两个基本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我们刚才讲的全免跟比例，其实还有一个是身份的差异。二十四条是现役，二十四条之一原来那个很有趣，就是现役犯罪退伍之后判刑确定。二十四条并进来，连正在支领给予期间，也就是退役之后犯到这样子的刑度，也比照二十四条之一这样去减免。所以大概二十四条指的是现役军人，二十四条之一是指的犯罪跟退伍，它是一个有跨界再加上退伍的人员放在二十四条之一了。不是啊，有哪一位军官是？现役之后，可是问题是他最后就退伍，他就报退伍了。很多军官在现役犯罪的时候没有被发现，他退下去才被人家发现。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两边就一致嘛，所以你就把它全部写在前面就，就只要你有军人身份的，不论你是现役的或退役的，或者现役的时候做坏事，退役才被抓到的，罚则都一样。我刚刚没有讲到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身份的问题。包文他的身份会不一样，他因为他退下去才判刑确定嘛，那时候已经没有现役军人身份。像刚刚您我知道啦，我的意思是说，对，你就是把不论他是不是现役的，或者是现役跟就是他现役被判刑，现役退役后被判刑，现役在退役后被发现之后被判刑嘛，你讲就是几个情形嘛，全部用同一个处罚机制的标准啊？难道你们意思是这几个状况是不同的？这个处罚的刑度吗？我想二十四条之一，基本上我们是参考民进党团提案版本来的啦。哦，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要把它混在一起，对，会整个可能原来基础就会乱掉。那个是因为我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二十四条哈之一，其实跟后面的三十三、三十四啊，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的是把它并在一起，是专门针对。你判刑确定的时候是退役身份，或者你是退役，就是支领给付期间犯了二十四条前项的等同之嘛，所以那个部分都把处理的是退伍的人，因为现在很多退将哦，所以他们的现役的都被冤枉，很多是退将在搞这个事情，退役的军官犯了这个事情呢，按照旧的法律几乎罚不到，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二十四条之一，把这个洞补起来。所以二十四条之一，大概我们今天都没有去争论。上次唯一有争论就是那个扣30%还是50%，那我们尊重国防部的说那个要横平，所以我们把比例照国防部的意思。所以二十四条之一大概问题没那么大。现在最大的争执点是在二十四条全免的是哪些？两个思维，一个是卡到间谍罪就全免，还是卡到间谍罪要根据犯罪比例这样来扣？大概是这两种想法在竞合，那我们这边想法是认为应该趋严，那国防部认为说应该要照比例，所以我们这边大概是二十四条争议在这个地方。就是依照我们的那个军公教，还是以这个横平原则为主啦，只是说把法条的那个适用性把它扩大，好，这样会比较好，否则会没完没了。如果我们认为还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这个这样的表态性出去以后，我相信才是极少数的人才会去卡到这个法条啦。我们是希望这样子做嘛，好，不是为了说要把这些人拿来那个午门抄斩啊这样的部分。是我们做个修正好了，所以刚刚对他们几位委员的部分做一下修正，然后把它写清楚，让委员再看一下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好吗？ 那我们也参考委员刚刚的意见啦，在上次有共识的部分，王委员特别指教到说是只有刑法渎职罪章嘛，弹书的部分嘛，那好，我们弹书就保留刑法渎职罪章，其他的我们拿掉好不好？那条文就照这样通过，是，就是好，那前面都一样嘛哈，我同二十四条第一项我整个念一遍好了，好，二十四条的部分，就是说军官士官在现役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不发退除给予。一，犯内乱外患刑法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第五条之一、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一项、第33条第一项、第34条第一项或第二项、国家情报工作法第30条第一项或第二项、第31条。第30条之一第一项或第二项、第31条第一项或贪污治罪条例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之刑确定而未宣告缓刑，或因案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确定，但犯刑法渎职罪章，经判处有期徒刑未满7年确定者，依二十四条之一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减少退除给予。对啊，所以就是说，只要他是违反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勤工法，不论是判1年或2年，就是剥夺给予嘛，就是安内嘛，啊，这个就是对啦，就跟我们的主张类似。那国安局没有意见吗？有没有意见？国安局
要不然这样子啊，如果大家没有没有，等一下我们会文字再做最后的确认了、啊、因为国安局大概也没办法做这样。另外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减除他的退俸了？这个时间我有问过，好像国防部说有些人已经退伍了，不受国防部的这个规范，要移到退伍会。可是退伍会他们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谁要通知他们？就是法官已经把它公布在这个上面了，谁通知他们啊？到底是哪一个单位在接这个部分？退伍会要不要讲一下？啊，委员，我还是从我们现行的做法这样做。我们跟法务部交换到资料，知道这个人判刑的。我们现在啊、我好像记得是一两个月就交换一次。好，那没关系了，就是就算半年交换一次了哈。那我们现在交换到这个人有判刑资料了，我们就会主动发文移给国防部，请他审定这个人的退出期该怎么该停还是该怎么样。那我们依据国防部的规定，对对对，我们依据国防部给我们的函文，我们就办。我跟赵伟和各委员再报告一下哈，二十四条现在看起来，我们把那个除了犯刑法渎职罪章这个部分，经判刑处有期徒刑未满七年确定者，按二十四条之一的方法来减少。但是我还是要回复到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哈，比方说加入这么多的这个法条，对军人是有针对性的。其实大家都说我没有针对性，那我不知道将来公务员或教育人员对不对，在那个体系。他们也有在他们体系，像那个中山大学陈坤山那个是多重要的一个国防尖端的一个机密，被如果被泄露的话，其实他比起我们一般所谓资料的散这个散失，或者是做一些刺探的行动，其实他对国家伤害是更大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哈，我们当初为什么不愿意说把这个加进来？当委员提出来说这些是因为有一个具体的什么样一个犯行如何如何，那我们也接受。但是我建议哈，将来。不要在军人这一块，我们现在定出去啊，其实我们所负的这个所谓压力是很大。这个压力并不是我要去同情那些人，或是要对他们宽以对待，不是。我只是讲说哈、啊，法律好不容易一个立足点平等的这个见解跟看法，其实在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做加以注意的，而不是说今天我们修了这个，如果说比方我刚才再回到。国安法五条之二的部分有一个统一规范部分，如果是没有做律定，大家在下面修了半天啊，终究是会挂一漏网。我觉得这个部分先请赵伟和各位委员大家考虑，还是一样啊。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先修这个啊，军官士官的服役条例啊。这个不是针对军人，我们讲了很多次，没有没有这个法，对这个法，这个法适用军人，那是针对什么样的军人？不是你们这样好的军人、啊。是少数了，我是觉得把它弄清楚来，这不是针对陆海空军士官所有的人，而是针对里面少数犯罪的人，而且我们把样态分成在营犯罪退役之后发现判刑跟退役以后犯罪的样态，有把它分出来。这应该讲到国安法五十二条涵盖其他样态，或者有些我们不要讲别人，传播中心那以后负责潜进的他是文人，他也很重要、啊、那个洞要补起来。我们不是说那个洞留着，然后这个洞就这么等他了。你刚才讲的是有道理，就是有些文职单位泄密对国家伤害更大，这个是对的。那这个我们有责任要去把那些洞找出来哈。所以我是觉得二十四条之一上次讨论过了，大概意见不大。那二十四条你们愿意重演，我们也肯定了哈。那我们这个案子看大家有没有意见嘛？我有补充一下哦，因为在现在的状况之下的特殊环境，你不太可能是内乱外患罪了。所以你在选择刑度上可以被起诉跟求刑的，他几乎都已经在刑责上面跑掉了。那如果你还在他领，就是讲真的，你是鼓励大家去做这些行为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把刚才的修正，如果把后面这些国家安全法啦、国家机密保护法啦、刑功法这些拿掉是合理的，因为他在刑度上面本来就不会被求刑间谍罪啦。现在是现实是如此啦，所以不要认为说这个样子反而会对军人、对其他有不公平的待遇，而是说我们真的在。你在宪法上面很难去定他是内乱外患的、啊。他在刑法上面就已经跑掉了。对了，我们是这样的想法了，好吗？那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高见？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吧，哈，请那个条文拿过来以后，让委员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哎。
好，我们再回来哈，继续审查。那个刚刚我们国防部已经把那个口头上报告的部分哈，变成是一个书面哈的部分，然后请委员来参考一下。那这个期间刚好全序部又来了一个修正的部分啊，是不是请全序部现在发言一下好吗？报告委员哈，就是针对第二十四条之一，然后除了我们的建议修正条文以外，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发现一个问题，因为二十四条啊，如果照刚刚修成就是但书只有留那个渎职罪章嘛，那第二十四条之一的话，它是只要前条第一款之罪，它的就是说七年以下的话都是减少部分，而不是全部剥夺，那就是变成说你在现役的军人跟已经退役的，如果犯同样的罪的话，他可能剥夺或减少退出给予的情况会不一样。那这边是提出来给各位委员参考。那另外就是第二项的话，我们是文字修正，就是我们退休法的部分呢，是用说重启处分，是用处分的这个文字。那国防部这边是用说处分规定，因为我们认为说用处分比较清楚了哈，所以建议说那个处分规定的重启规定就变成把它修正成说减少退出给处分重启处分这样子。那另外还有第四我们建议说在第四项是不是增列有关如果说在缓刑宣告期满前经撤销缓刑者，还是要依照相关的规定剥夺或减少退出给予，因为这一边的话是看不出来说如果缓刑宣告期满他有被撤销缓刑的，是不是还是一样要照剥夺或减少。我们是为了说审慎起见，所以要建议增列第四项规定。那另外第五项是有关退出给予的一个内涵哈，那我们退休法里面是有把它列得很清楚。那虽然国防部认为说他的第一款依本条例之给的退出给予，他认为说已经包括我们这边红字部分有写依本条例第三十八条之给的补偿金，可是我们是认为列出来比较清楚。还有我们增列有一个第四款退伍除役军官士官退出给予其他现金给予补偿金发给办法之补偿金，那这一项应该退出就是他的那个服役条例里面应该不会有这个补偿金的规定，所以我们认为说把它列出来会比较明确。另外还有优惠存款的利息，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认为说因为这真的涉及权利义务哈，他们虽然认为说退出给予可以涵盖这些部分，可是还是列出来就是列举比较有宣示作用，而且比较明确，避免争议。那另外就是在最后第八项这边哈，他们有列到那个送达这一部分哈，我们是参照那个公务员惩戒法，它的那个日期是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翌日起，那这个文字是参照公务员惩戒法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样子修正。那最后一项是有关这个条文的一个施行日期，我们是做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是修正施行前的有这些情形就不适用，那除非国防部认为说这个法可以追溯适用，那我们这个就不会有意见。以上报告。来，我先请国防部，你们也是现在才看到嘛，先看一下。这个全序部的意见，我们基本上是同意第二项跟第八项的部分，也就是说第二项有关那个与其他法律受有较重的剥夺或减少退除给予处分者重启处分啊，好，那这文字可能会后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但是原则上这个精神我们是同意的。那第八项的部分，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的主管机关的翌日起，这个是参考惩戒法的一个相关规定，我们也赞同。那文字会后我们再跟那个全序部再确认一下。那至于他提的其他的意见，我想刚刚也做了一些说明，像第四项的部分这个缓刑撤销缓刑宣告，我们其实就是你缓刑宣告被人家撤销，你就是执行原来宣告之刑嘛。按刑法的规定，它本来就是等同于判决确定的情形嘛，就执行原来的刑嘛。所以我们现在对缓刑撤销，我们就把它视同是判决确定的情形，我们该剥夺的剥夺，该减少的减少，所以结果是跟它一样的。那他的机制
公务员退休法的规范、哦、跟我们规范比较不一样，我们是 采取说、之前、就是没有宣告缓刑的情形，判决确定我们就给他剥夺或减少、啊、他的做法是他等到事后看那个缓刑期过了之后他再补发给他，但补发给他还会有加计利息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做法反而比较不好，所以我们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的条文，只是说最后执行的结果缓刑你只要被撤销就是执行原宣告执行，我还是会给你剥夺或减少、哦、那这是这个、第四项的一个说明。那至于第五项的部分讲到内涵，我们刚刚也跟全序部代表沟通过，他刚刚也补充了说明，我们第一款的依本条例支给的这个退除给予就包括补偿金就包括优存利息在内，所以说本来的退除给予就有这些内涵，这个是我们现行就有的，所以我们认为不需要再加上去，而且加上去有时候会挂一漏万、啊、因为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勋奖章的那一些也可以领、哦啊、那一些的内容你反而没写出来，到时候会不会引发另外的争议、哦、那我们认为说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的条文的规定就好了、哦、那而且内涵也包括在里面、哦、那这是、他提出来第五项的部分、啊、其他、第九项的部分、基本上法律是不溯及既往、啊哦、那本来 就我除非我末条的部分，我末条现在的规定是说由行政院去定他的施行日期嘛、哦、那除非我的施行日期是往前追溯的嘛，那我就要照我末条的规定，所以这一条我们这一项我们认为不用去加，那原则上法律修正是往后生效，本来就不溯及既往、哦、以上补充。对不起，我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二十四条跟二十条之一的确有一些哦，这个比较吊诡的地方了啊。其实我让国防部自己也发现，就是说二十四条跟二十条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判刑定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对不对？也就是说，犯同样的罪，都是在在役期间犯，一个是在在役期间同期判刑确定，一个是在役期间退伍之后才判刑确定。可是他的刑法的那个就是刑法，就是那个所谓退出局域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可他犯的行为都是在役期间，好，那三十四条没有问题。三十四条先说的他那个所谓领受的那个罪罚的范围，只包括内乱外犯跟那个所谓贪污治罪条例嘛，其他所谓间谍罪啦、共谍罪都不在里面嘛，那部分我们是可以接受了哈。所以二十四条之一啊、哦，我是觉得有点怪了哈，就是因为他跟二十四条是一样的，犯的罪都一样。只因为他定谳的期间是在之后，所以他才有分几个等级的不同。那要么就是要完全一样，好，那要么就是两个前后都是要稍微一致一下，否则我是真的觉得怪怪的。那国防部你的看法？这就是刚刚我们有表达，对啊，我们表达很多次，所以我们希望弹书包括那一些。在里面，可是因为我没有啊。其实如果要这样，二十四条之一很简单，就不要再分等级啊。就是对啊，就是没有错，因为他犯的罪是同样在犯那个在营期间啊，在役期间啊。可是 他的刑度不是由国防部来确定。我知道啊，可是我们二十四条已经是最严的标准啊。那二十四条之一反而开个洞啊，只要拖，甚至我讲点点的提早退伍，然后到时候定谳的时候是在我退伍之后才定谳，我这时候就可以减少那个。惩戒法也有规定的，我只要一副惩戒的话，他不准他退。如果是那种间谍罪的话，那我们都不容许这种人存在，怎么可能还让他？国防部已经念过的这个法条上面还没有需要再做处理的部分，还有我们一些今天与会的一些好相关部会的官员，是不是你们也看一下？尤其像国安局啦，或者是退辅会啦，甚至像全序部，甚至还有司法院啊等等，有没有其他的部分需要再修正的？那刚刚全序部的意见，那个国防部可以接受的跟不能接受的部分，可能请国防部再跟全序部稍微讲一下好吗？就文字上的修正，不违反原来我们的法意嘛，就可以了。哎，可以。
可以吗？好，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高见？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样修正通过好吗？好，那个主秘，我你刚刚念的这个，对啊，对啊，那你们再去做，你们再去做修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对对，那。那个报告委员会跟朝委报告一下，那国防部送来的有一个新的朝文对照表，第三十三、第三十四条，那第三十五、第四十八条都有一些稍微文字上修正，与原语并没有影响。我跟各位委员会报告一下，第三十三条，它有一个受领退休俸或赡养金期间，它改为退出役给予期间，那有下列情形的那个线索，第三十四条也是一样。受领退休俸或赡养金期间，他改为退出役期间。那最后还有第一项的第二款，犯治罪条例之罪，他特别加注。报告完毕。那各位委员还没有其他的高见？没有哈，没有的话我们就修正好吗？修正通过可以吗？来，那个法制局来。这里跟委员报告一下，三十三条的第二款啊，这边说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经判处徒刑在执行中者呢，那停止他领受的权利，自其原因消灭时恢复嘛，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个恢复的可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我们那个二十四条之一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剥夺或减少退除给予，是不是？有某种矛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考虑直接把第二款删除？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请全局部或国防部再思考一下？十三条它是有关停止领受，他一犯了这个罪，在执行当中，我就会先让他停发。那到时候判刑确定的时候，我就回到前面去，按照他判刑的结果。对，对对，他在执行，他已经是贪污治罪确定的。对对，我说他被关在里面，在执行当中判处徒刑，他在执行当中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先把他停止了啦。有一些情况，如果是你犯间谍罪，我会依照我陆海空军惩罚法，先把他撤职，撤职完了之后，他就直接这一段时间他就停俸了。在前面依照我们刚刚二十四条讨论的那个第二款二十四条的现行条文的第二款，依陆海空军惩罚法受撤职处分者，我那时候就不发他退除给予了。一般实务上，你如果发现这种有间谍罪，我在那个阶段我就会先做处理。这个就是后来发生的这种状况了。那这个条文我们也是参照原来民进党团提案的版本去做的。那如果是说，我是觉得说他可能有重复规范，没有错了。那重复规范最后我还是会回归我该剥夺该剥夺该停止该减少我就减少。那这个条文如果说因为这个我们是当时同意民进党团的增列的版本，那如果说党团认为说不需要定在这里的，我们也没有意见。就是没有汉格的地方啦。那个，没有因为对不起，法制局的说法是对的啦，就是说你第二款哈是经判处徒刑执行当中嘛，表示已经确定了嘛，那确定就是要适用第三十四条啊，对不对？不是，报告委员会啊，那他这一条，我想国防部的意思是说，第二十四条是规定限职期间，那这个可能是说他已经退伍了，他在领这些钱，那他去做从事二十四条的那些工作，所以才会有一个让他有一个复权的机会。报告完毕。那个法制局呢？刚刚那个国防部的说法，现在是说第二十四条之一，我们不是有一项规定说，如果是军事官在领受退出给予期间犯这二十四条第一项之罪者，也是要同样有这个剥夺跟减少退出给予的适用嘛？对不对？就是说，
委员，因为像工人退休法里面也有所谓的停止领受的那个权利，那其中之一就是你犯贪污治罪条例在入刑服监的期间是全部不发的，不是说减少发给，是全部都不发。那他这边原来的意思，因为其实他现行条文就有犯贪污罪经判处徒刑在执行中了，所以他原来这一部分就是停发，那停发就是暂时都不发，以后也不会补发。来，请说。那个，等一下，来。二十四条在刚刚讲是现役情监的贪污，那后面的这个33条哈，是已经退役以后，他可能是任公职的贪污，不是现役军的。对啊，你们不是讲肥猫吗？那个不是一直在讲这个吗？可以去领啊，会不会？还是不能领啊？还是不能领？所以全序部跟那个退伍会都觉得要保留了，影响不大。因为他是在服刑期间，不是，我是说这个条文要保留，不是像刚讲的要弄掉。好，那我们就是还是维持原来好吗？好，好，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高见？好，就是少量的这个文字修正，一定不违反原来的法义的基础下，我想应该可以通过，好吗？好，好，那再来呢？还要回去啊？你。好，我们刚刚的协商大致上完成哈，那现在我们请议事人员把那个协商结束以后的这个法条跟条文啊，全部再念一遍好吗？谢谢。第24条。军官士官在现役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不发退除给予：一、犯刑法内乱外患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一、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1项、第33条第1项、第34条第1项或第2项、国家情报工作法第30条第1项或第2项、第30条之一第1项或第2项、第31条第1项或贪污治罪条例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之刑确定而未宣告缓刑，或因案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确定，但犯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处有期徒刑未满7年确定者，依第24条之一第1项第2款至第4款规定，减少退除给予。二、依陆海空军惩罚法规定受撤职处分，但因过失或连带处分而撤职者不在此限。三、褫夺公权终身。四、丧失或畏惧中华民国国籍。第24条之一，军官士官在现役期间犯前条第1款之罪而未经停役，亦未经移赴惩戒或提起弹劾者，于依本条例退伍除役后，始经判刑而未宣告缓刑确定时，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除给予：一、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自始剥夺其退除给予，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二、经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未满7年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除给予之50%，减少部分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三、经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上未满3年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除给予之30%，减少部分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四、经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未满2年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除给予之20%，减少部分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前项人员因同一案件于其他法律受有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除给予处分者，从其处分。军官士官于领受退除给予期间犯前条第1款之罪，经判刑而未宣告缓刑确定者，依第1项各项规定剥夺或减少其领受之退除给予。
现在不是他情绪 OK。第一项锁定退出给予，因按最近一次退伍除役前服役年资和给，其内含包含以下各款给予：一、本条例之给之退除给予；二、政府拨付之退伍基金费用本席；三、遗族退伍金。第一项人员回役时，其依第一项规定已受剥夺、减少退出给予之服役年资与解除召集或回役期间亡故而办理抚恤时，不再合给退伍给予。退伍人员曾依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减少退出给予者于回役，并依本条例予以解除召集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出给予之年。服役年资并计后，已不超过第25条及第37条锁定最高采计年资为限。依本条例，退伍除役后始受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应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翌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级或俸额计算退除给予。这是24条之一的部分。第33条，军官士官于领受退出给予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领受之权利，至其原因消灭时恢复：一、违反妨碍兵役治罪条例判处徒刑在执行中者；二、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经判处徒刑在执行中者；三、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第34条，军官士官于领受退出给予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丧失其领受之权利：一、丧失国籍者及违反国籍法规定者；二、因犯内乱外患罪或因现役期间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经判处徒刑而未宣告缓刑确定者；三、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四、死亡者。第48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国防部定之。以上宣读。48条念了吗？好，有关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24条、第24条之一、第33条、第34条、第48条条文，业经审协商完毕。那要报请院会审议，院会审议前是否需经党团协商？等一下，少一个委员。少一个委员，跑到隔壁去了，麻烦一下。念太久了，所以都我连没看到。我刚好三个人不在场，不准决议。嗯，没关系。再抓一个。刚刚那个祥顺没有去找的。我刚才通知他了。在这边呢。对，我刚才通知祥顺说少一个人。哦，你有跟他讲？哦，有，来，江委员，谢谢啊。院会审议前要不要经过党团协商？不用吼，好，那我们要退派一位委员就做议案的补充说明，那就是我吼，好，谢谢，好，散会。